灵性成长第六部分，做好服务。思考题26，善行与智慧。许多人认为对邻舍之爱，包括向穷人施舍、向有需要的人提供资源，以及对任何人做善事。然而仁爱意味着谨慎行事，目的是要导致良好的结果。如果我们向贫穷或有需要的歹徒提供资源，这样的供应就是在伤害我们的邻舍，因为这些资源助长了歹徒的邪恶，为他们提供了伤害他人的手段。当我们向良善者提供资源时，情况就不同了。摘自《新耶路撒冷》第100节。核心理念：有爱心，并不意味着不分青红皂白地帮助每个人。我们必须考虑到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。反思：你是否曾经试图帮助某人，后来发现你实际上是在伤害他？你是否看到过有人出于善意助人，结果适得其反？你对此作何反应？你如何判断一个困境中人是否真的有需要？或者你提供的帮助会被用于良善目的？